我们是真的跟很高兴，我们少年乐队啊，我们乐队后继有人，给他们一个热烈掌声好不好？我们礼品华人后继有人，是不是？很好。那么说到我们的华人的话，就不能说不说美食。现在有请我们的大地主啊，国高现场为我们去公布一下关于美食方面的好消息。那个就像之前说过了，我们今天会评三位那个2022 EP 华人食神。今天我们参与的人比较多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呢，准备了三。